哎，大家好，今天吃早午饭吃的有点晚啊，现在都2:13了，来到咱们纽约花园社区法拉盛这家陈记锅边糊福州小吃来吃一个早午饭啊。他们家是打工族的最爱啊，最便宜的拌面和扁肉才3块美元一份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哇，你看店内好多顾客哟啊，上面还有新手啊。大家好，大家好。最贵的才9.5块哎。老板，来个拌面打包。拌面打包好。嗯，可不可以给碗免费的汤嘛？打包没有免费的汤啊。啊，要给一份嘛？要么加5毛钱呢。啊，好嘛，老板好好哦。嗯。感谢感谢哈，最近经济比较困难。哦，钱不好赚啊。对呀，谢谢老板。拌面啊。看看扁肉3块，腌丸4块，鱼丸4块啊，牛滑4块，哇，都很便宜价格。你看老板真不错，让我加了5毛钱就给一份汤给我哈，还是高汤，然后打包盒也没算钱，还有一个袋子啊，谢谢老板。其实我是这家福州小吃的老顾客，我还经常买一些生的扁肉回家自己吃。这家福州小吃以前我拍过一个视频嘛，但是没有说他们家地址在哪里啊，很多粉丝就问我啊，这个这么便宜的吃的在法拉盛哪里啊，所以今天就来拍这个视频嘛，就给大家说清楚了哈。好，现在来到小公园，坐在这里吃。大家看，3.5块筷子、餐巾纸、塑料袋、拌面、高汤啊，最良心的快餐。好，开始干了。那最近很多朋友说自己失业了，赚不到钱，有点走投无路的感觉。那不管怎样，走投无路，咱们也不能吃霸王餐，对不对？本来我想坐在店里吃的，但是人家那儿太多客人了，咱们点的才3.5块，就不要去占人家座位了，对吧？但是你看老板服务态度很好，把快餐递给我的时候，你看我也算刁难他的吧，人家还跟我说声谢谢，很客气的。福州老板人真的不错，你看汤，老板还给我配上勺子，5毛钱高汤，和那个扁肉是一个汤，汤头。哎呀，现在都说啊，这个成年人的底气啊，都是钱给的哈，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反正人穷，志不能短，对吧？后面有个小同学在投篮。每一个面条上的裹着芝麻酱，一边吃一边干一口这个高汤。老板在高汤里面还给我撒了几个葱花。好嘞，光盘行动，满意不满意？非常满意。垃圾扔进去。吃饱了过来，在法拉盛图书馆门口啊，这里在打免费的新冠病毒疫苗，有辉瑞和莫德纳，不需预约啊，每天接种。他的朋友可以过来看一下。